是我。你在家吗？我只是需要确认一下，你晚上不要再出门了。这个是我的手机号码，记得存一下。什么事？手链？哦，你说追踪器啊？随便做的。这是追踪器，当然是我做的。你不喜欢吗？那就带着，不要随便拿起来。怕你弄丢了，这样方便携带。还有，算了，下次再说吧。你注意安全。案件有新的进展，我会再联系你。挂了。